Hello， 大家好，我是 George， 毕业于洛杉矶南加州大学攻读研究生创业学。没想到我学的是商学，但我更喜欢更热爱的是电影和电影主持。非常感谢一战成名电影社交媒体可以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参加此次的评选。我有信心通过这次的评选可以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喜欢我。我想用我最真诚的对电影的爱和对电影主持的执着获得更多朋友的喜爱。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请为我点赞、评论和转发。我很热爱电影，因为我热爱电影里那些充满魅力和生命力的人物。这些人物在我一次又一次最困难的时候，重新点燃我的梦想与斗志。记得电影《无双》里有这样一句话：100万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主角。非常感谢一战成名电影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让我和其他所有像我一样有梦想的人都有机会成为主角，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